我朋友说在这里看到一只白鹭，好像飞不起来了，看一下看，这应该是撑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个好漂亮，这里啊，瘫了。这我好怕，我不敢去接触啊。现在想想美国呢搞的那些什么候鸟迁徙搞的那个病毒啊，我都有点怕。哇，这个好凶啊，你看它这个腿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凶啊，这么凶。这后面那个毛还是挺好看的哦。这是干嘛呢？兄弟，谁欺负你了？啊？谁欺负你了？它不动了，它这个后面的这脚瘫痪了啊。想想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搞的关于美国的生物战那研究啊，哎，现在想想就怕，这个我不敢碰的。它这两只腿，我不知道干嘛了。现在这个鸟一直在瑟瑟发抖，我不敢碰的。其实对我来说一点法子都没有啊。这个应该是属于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啊，我不能过多的干涉。走了，祝你好运啊！